的期望是，我希望小朋友可以真正认识上帝吗？我希望就是更多小朋友能够怎么样？更多小朋友更加来认识，希望人数增加。就是认识朋友，他们明白我讲的，就是我教他们的，然后他们真是可以表达出来咯。好像我们讲到耶稣的爱，他们可以回到家，可以真是去表达给他们的家人，真是很重要。我希望是我讲的话，他们能够明白，我也要用更简单的来去教他们。我还没有开始教过，我希望他们十个都回家。是你讲了有谁啊？希望讲出来。因为希望就建一个幼儿园在可能会去的那个。我是希望我们的老师有一个相爱的团契啊，同心合意，耶！也是，我也希望大家的老师一起合作啦，虽然这个。你帮他。
们之间的关系，可以团结合力相爱团，有什么东西就可以一起讲的，就尽量一起讲哦。呀，这样子也比较好啦。然后第二的话就是，我希望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变到比较好一点啊。最后应该就是老师跟小孩子的这些关系哦。我觉得小孩子跟老师要的关系要很 close， 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。所以我希望以后我可以这样子更好的去注重这方面的东西哦。加油！